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父母不喜欢，你会继续去做，还是尽量避免，以免父母不开心呢？亲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锦怡姐姐。这句经文你们背熟了吗？亲所好，力为具；亲所恶，谨为去。姐姐好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经文的意思是，作为孩子，我们要尽力去满足父母的喜好，但是要注意的是，父母的喜好必须是合情合理、不犯法的事情哦。就比如说，父母希望我们能够好好学习，那我们就努力读书，好好奋斗，那让父母欣慰和骄傲。那如果父母不喜欢的，比如说打架或偷东西，那我们尽量不去做，以免让父母伤心。第二句经文是：身有伤，贻亲忧；德有伤，贻亲羞。那这句经文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经文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受伤或生病了，那么父母就会非常担心，因为父母始终牵挂着我们的安全和健康。孝经云：身体发肤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因此，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注意安全，避免受伤，以免让父母担心。此外啊，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，不做一些败坏品德的事情。就比如说打架，这个事情不仅会让自己受伤，也会让父母担心、不安，并感到羞耻。所以呀，我们要远离一切不良行为，不仅是为了让自己成长，也是为了让父母更放心。爱我，孝何难？亲憎我，孝方贤。姐姐，可否解释给我听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对于爱我们的父母，孝顺他们并不困难；对于厌憎我们的父母，如果我们还能尽心尽孝，那就更难能可贵了。我们的孝心不仅仅是回报父母的爱，更是一种无私奉献的表达，体现了我们对恩重如山的父母表示感恩。看图说故事。从这个图中，大家看到了什么呢？我们看，小智哭得很伤心，他的眼泪滑落了下来，为什么他这么难过呢？啊，原来呀，小智的手上握着一个漂亮的机器人，但是小花的手里也握着了机器人的下半部分。看来他们应该是在抢玩具的时候，机器人被抢坏了，这让李妈妈看起来非常生气，她似乎在责备小智和小慧。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，他们并没有遵循《弟子规》中的“身有伤，贻亲忧；德有伤，贻亲羞”，
这意味着他们不但伤害了兄妹之间的感情，还让李妈妈非常生气和羞愧。所以啊，我们要懂得尊重彼此，才能让一家人过得开心快乐哦。为什么父母亲讨厌我们，我们还要孝顺他们呢？不可以不理他们吗？无论父母对我们的态度如何，我们都要好好孝顺父母，因为啊，父母对我们有生育之恩，养育之德，这种恩情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。所以呀，我们不能因为父母的态度好坏而改变自己行孝的初衷。如果爸爸妈妈要求我做的事情我并不想做，那怎么办？我还要遵从他们吗？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我们可以考量父母的意见，想想他们为什么会给予我们这样的要求呢？如果说我们认为父母给的要求并不符合情理，那么我们就应该和父母好好沟通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先考虑到父母的感受，就算他们待我们并不好，我们也要尊重包容他们，守着自己的孝顺。那么这一期《弟子规》就到这里了，乐乎陪你一起阅读了解《弟子规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